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若南没有来吗？昨天晚上我就给若南打电话，他没有接，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。你来了就好。 我们先下山，让他们父女俩好好说说话。我们走吧。 走错这一步，你母亲就不会离开我。你和若南也会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，有父母的呵护和爱。虽然家庭可能不会太富裕，但至少一家人很幸福。 只能求你母亲，求你母亲在陛下原谅我了。小月，就来了，就来了。 面前阴阳之隔的两个人，曾经在某种意义上都抛弃过我的那两个人。即便之前的那二十多年，我不认识他们，可是如今，当他在我面前流泪时，我会为他的眼泪而痛苦。 我会轻易的就原谅了他曾经所犯下的错误，这种轻易让我感到害怕。
这一切无论究竟是谁的错，我都不想再去追究了。